季韩国公布的世纪美男榜中，不少国人熟知的男星都在榜上，排名第十。孔刘，看过鬼怪的都觉得孔刘确实帅，说他不帅的去看一下他的肌肉照，排名第九。宋仲基，宋仲基在国人心中是非常帅的韩国明星，连他都排名第九，不知道前面的几位都是谁呢？排名第八，赵寅成，成熟型男的魅力。排名第七，姜申星一，韩国老牌演员，1937年生，年轻是迷倒众生。排名第六，丹尼尔·亨利，特别角度下，非常像吴彦祖和胡兵的结合体。排名第五，朴宝剑。排名第四，郑允盛，又一枚成熟型男。排名第三，袁彬，出演过蓝色生死恋的他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排名第二，姜栋元，年轻时的姜栋元是花美男，跟袁彬是朋友。排名第一，张东健，网友都说这个第一是实至名归。这个榜单里面，你们认识几个？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